来，我们拿好我们的探案神器，潘员工的。好，谢谢。就摁这个就可以了。对，有照片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帅的！哎呦，帅的帅的。对，这女演员还行啊。走吧，咱们。走。你第一次来，你是想独立搜证，还是我们一起配合？我们现在有几个空间。我特别想跟你一起搜你的房间。这样好不好？你搜我的房间，我就在对面搜魏花匠的房间，然后咱俩互相对应着。我这我先了解一下情况，好不好？我有问题我就问你们。好嘞，行，好。哎，办公室，案发现场。哎呦，先照个相是吧？哎呀，太吓人了。这脸是被腐蚀的，伤口最明显的是面部，但是面部就是更多的像是被腐蚀的这个伤口，有点毁容的意思。但是呢，据我推断，我觉得硫酸可能是有一定的破坏力，但不至于致命。对，所以我又检查了一下其他的地方，我发现不光光是硫酸留下的一些伤害的痕迹。V.J. 什么 J 啊？何炅。何炅暗恋我，哪儿写的？他为什么有个这个是 H 吗？啊，这是 H 吗？不是吧？这是 J 吗？对不对 ？W H J 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，他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？你有收获吗？我反正把那个案发现场拍了一下，拍了啥呀？尸体啊！潘员工，你看到什么你就都用手机拍下来哦。然后大家一块儿分享吗？就是我们待会儿就是你要梳理出一个你自己的判断。我对可疑的人都拍下来是吗？不要拍我。啊，再有一个就是我比较怀疑的这个其中的一个人物，对，他在找别人的问题的时候，我趁他不备啊，拍了一张他这个假装在怀疑别人的状态啊，是谁？大家自己看啊，对。这个对，这个特别喜欢种地的人，对。私人领地禁止入内。亚洲 MC， 亚洲 MC 真金公司成功了，亚洲 MC 最强大公司真金公司成功了，厉害的，真钱敢上，专心科研，爆了。不是故意的，他怎么在这唱这个？这谁呀、啊？亚洲 MC 真金公司成功了，亚洲 MC。他这个说，他的意思是他们找到了，他们发现了真活的蜜蜂。你听他后面那个后面有信息量的。亚洲 MC 真金公司成功了，亚洲 MC 最强大公司真金公司成功了，厉害的，真钱敢上，专心科研，泡面了，近三年。复活蜜蜂真的做到了，复国是什么？复活蜜蜂。哎，这个很重要，对，我拍了。这个蜜蜂好像……这个通缉令其实让我看到以后一身冷汗，对。但是我现在好像还不太好表达什么。哎呀，这个搜东西真的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。潘员工，那个通缉令你拍了啊？拍了。电脑能打开吗？不知道啊，我试一下。这个好像本身就没通电。哦，那是个模型，亲爱的。这可以说出来的。这个是不是翻完了还给人恢复一下？不用。啊、哦，可疑，我就看这照片很可疑，实在是太刺激了。哎，这还挺鲜活的。这得找到啥时候去？发现他在这里发现什么？他的不一样的地方吗？
发现了一个文件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用，我得先拍下来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发现撒旦这有一个合约，甲乙双方根据白色帝国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夜商谈、友好协商，本着坑谁都不能坑自己、诚实有信的高尚品格，甲方将其所持公司白色帝国100%的股份以300亿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，并承担相应义务。300亿，有300亿的人当传达使大爷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乙方既享受100%的股权、股东权利，甲方不享受白色帝国总裁的身份地位。白色帝国，哎，300亿，这事儿太不靠谱了，有点严重可疑。看来不是一般的大爷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不用啊。对，你怀最怀疑谁？现在我觉得其中的两名岁数大的男性，这个存在问题。何中帝还有撒旦，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，我要再好好消化一下。